来，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乡村打野二娃，在这个鱼塘里面抓鳝鱼。来，回去在这里看一下，发现了个鳝鱼洞。来，咱们直接开溜哈。不要急。 哇塞！来，哇！哦，机动车，机动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，哥哥们？哇塞！来，来，兄弟们！哇，来，哇，漂亮！牛！来，兄弟们！第二大的，第二大的，七八年了，七八年，哇塞！漂亮，太爽了。 双塞，来，兄弟们，继续干啊！这个草丛这里啊，对，这个大的很。看一下这个，耶，我日以为呢，这个是个骡子啊！啊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在这里面还有一个，我以为那个是粗洞，太激动了，看到这么大的洞。哇塞，金货啊，金货，金货，对，金货，哦哟，打得很哦，打，金货，金货啊，兄弟们，哇！ 我们正在拍，正在拍，正在拍哈，看一下。哥，突然好，今天是买菜时呢，然后抠出来感受一下这种感受。哎，这个办法好哥，哇塞，太过瘾了今天。家人们，今天真的是太过瘾了啊，太爽了啊。不要急，二娃哥。急啊！不要慌啊，咱们慢慢干它。哇，今天真是说老实话，今天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，过瘾惨了。 看到这种烂贝壳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里面还有个洞，我先干外面这个洞哈。晚上你俩看你俩朝扇皮。来，摸到了，从那里出来了，我这。哪儿？哦，来来来。日，它的温了，这个头在这里，它就是不出来。哇塞，看到个头没有？耶，你不要跑啊哟，耶！ 看着都好想挖，一起来挖嘛！哇，今天太过瘾了，太过瘾了，太过瘾了，太爽了！来，来，兄弟们，兴奋半天，漂亮，上货二娘，漂不漂亮？这条牛逼 class， 哇！